中立的举光公园，这个是一个长条状的公园哦。现在呢，正是樱花季，里长呢，哇，协同志工跟大家一起种了樱花，哎，高达200棵哦，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这个公园沿着新街溪而建的哦，所以会有一条溪在中间，但这个里长他很用心的在这边种植了很多很漂亮的樱花哦。樱花然后变电箱画在上面，好漂亮哦，最美樱花遇见樱花。锻炼时间又到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的抱不动啦！撑得住。这里范围蛮大的，所以可以一直沿着这个新街溪一直走。目前假日啊，或者是平常好天气的时候，这边真的人很多。哇，这一区的樱花开得特别茂密。然后真的很漂亮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可能要上山才看得到风景，其实在这边弄的都还蛮好的，喜欢的人可以赶快来看看啊。这里的樱花真的开得太漂亮了，再说一次哦，很重要哦，这里是举光公园，中立举光公园，这里的花种叫做八重樱。满满的樱花送给你，看到这个就是美丽的杜鹃花啦，春天到啦，杜鹃也开得很漂亮哦。这棵树的枝干也是很壮观哦，像个大碗一样。
这个是什么？爆米花。棉花糖好不好？对啊，棉花糖变佩佩猪，小小佩佩猪。啊。喜欢的人可以赶快过来拍照哦！这里是中立的曙光公园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 订阅我们的频道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